刚才吹的这一首曲子呢，是京剧的曲牌《金调》，它是由顾观人改编的，口琴独奏曲是由石荣旺先生编配的，要用一把小小的复音口琴来演绎出京剧曲牌的韵味的话，是不太容易的。石先生在这首曲子里采用了大小伴奏、手正音、空气伴奏、颤音、小提琴奏法、八度和音等复音口琴的传统吹奏技巧，希望您能喜欢。谢谢收看。